我的女友柳如烟是心理学界的翘楚大拿，她极度擅长拿捏人心。恋爱三年，将原本混世魔王的我活活训成了他脚边的一条狗。而这一次，她为了哄学弟的欢心，更为了产出更好的试验报告，对我进行了深度催眠，让我忘记了我们恋爱的所有经过。再一次睁眼，我眉头紧蹙。管家、保镖，把这两个陌生人给我扔出去，再帮我报个警。 面对两人的恐慌和惊愕，我勾起嘴角。本少爷失忆之后拒绝 PUA，渣男贱女给我去死！师姐，你当真这么厉害，能把张旭活脱脱训成一条狗？顾怀带着探究看着柳如烟在别墅里面走来走去，啧啧啧，这么气派的房子，甚至还有保镖和管家，真的都听师姐你一个人说了算的？无论做什么，张旭他都不反抗，那是自然。柳如烟翘,翘着二郎腿。 婀娜多姿的穿着旗袍，美得像是从上世纪中走出来的油画。她玩味的看向跪在一边的我，举起摄像头。张旭，你去给顾怀擦鞋。乍一听到柳如烟叫我的名字，我周身就止不住颤抖起来，脚底下仿佛生了根，连挪动一步都成了奢望，仿佛天然对他带着恐惧和害怕。嗯。柳如烟挑起眉，对我的静止不动很是不满。我让你去给顾怀擦鞋，没听到吗？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我的？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证明给我看吗？明明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，明明知道这是在刁难我的，但一股强烈的心理压力涌了上来，仿佛有把刀抵在我的脖子上。倘若我说一个不字，就会立刻落下。我匍匐着，缓缓来到顾怀的脚边。他们摆明了没想给我任何一条毛巾或者其他清洗工具，我只用身上干净的白衬衣，颤抖的为他抚去鞋上的灰尘。还没擦两下。 顾怀就仰着头，发出一阵大笑。师姐，你的实验对象也太好笑了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柳如烟也忍俊不禁，掩面而笑。而顾怀索性蹲了下来，试探性的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。张旭，我感觉你擦的还不够干净啊，能不能用嘴给我舔干净？我的心猛然一颤，拒绝的话刚要脱口而出，就已经先被柳如烟所打断。一条狗还要讲尊严？张旭。 你别忘了，你自己承诺过我要百依百顺的。我的师弟自然就是我的人，他的话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也要听。一阵强烈的压迫感袭来，逼得我只能缓缓低下头，凑近了那双散发着臭味的皮鞋，味道熏得我忍不住的作呕。快舔！一声令下之后，我心一横，咬着牙伸出舌头，突然胃里却感受到一阵刺痛，紧接着是大脑，而后更是连带着整个五脏六腑都开始发痛。 舌头还没来得及触碰到鞋面，我的眼前便开始一阵恍惚。如烟，我好难受。我刚想抬头说明身体情况，头就先一步被顾怀踩在脚下，力道之大，让我瞬间重心不稳，直直的瘫倒在地上。我终于忍耐不住，彻底昏死了过去。再次睁眼的时候，身旁多了个旧相识，宋青青。此刻，她穿着一身白大褂，利落地扎着一个单马尾。 仿佛时光年轮在他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记。他是我大学时期的初恋，我们曾经极为相爱。后来他背着我，执意选择了出国留学深造。我们大吵了一架后，最终不欢而散。再见面，地位已是天壤之别。哟、哦，少爷醒了。宋青青俏皮的眨了眨眼。这么严重的胃病，少爷是不是又流连在酒吧里面无可自拔了？我只感觉嗓子干涩的要命，心里也是。 恐怕他不知道的是，如今我早就不是之前天不怕地不怕、逍遥而又自在的张旭了。如今的我，和被控制的傀儡，和一个废人没有什么区别。我刚想抬起手擦去眼角微微渗出的泪水，手腕就先行一步被宋青青扣住。你居然自残！你手腕上怎么这么多伤？宋青青满脸惊愕。你女朋友呢？我记得你不是和柳如烟学姐在一起吗？顶尖的心理医生也没办法治愈你。 你到底有什么心理创伤？我挣脱了他的禁锢，眼神闪躲，做事要掀开被子下床。没没事，我挺好的，你挺好个屁！回忆中满是文雅的宋青青忍不住爆了粗口：“你知不知道你身体已经损伤到什么地步了？张旭，不爱惜自己的命也要有个程度吧？为什么平时根本就不吃饭？给我把脚挪回去！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下床出院。” 什么时候你的身体彻底养好了？什么时候你再和我谈条件？就这样，我强硬的被宋青青留了下来。住院的期间，每天她都会自己做饭，给我带来荤素搭配好的营养餐，再亲眼看着我吃下。或许是许久不曾享受这样的待遇，每天我不再从噩梦中惊醒，罕见的睡了几周的好觉，度过了一段少有的平静生活。在他的照料下，我也终于可以勉强敞开心扉，试着像从前一样和他打趣。 宋大夫，你每天给我的优待可真是让其他病友眼红啊，不会是想找我复合吧？复合你大爷！宋青青瞪了我一眼，这叫滴水之恩，应当涌泉相报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年我出国读硕士和博士的学费都是你帮在背后偷偷帮我出的。怪不得我当时奇了怪了，怎么还没入学就收到奖学金了？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脑袋，是吗？我当时让他们委婉一点给你，没想到这么脑残。 宋青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行了，你就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和柳如烟学姐生气了，所以才自己割腕的？宋青清,清理了理身上的白大褂。柳如烟学姐可是我们医学院最顶级的教授级别，她又主攻心理学，难免心里会有点傲气。你堂堂大男人一个，有时候要学会多让着点她，千万不能拿出你大学那一套强势作风来应对女孩了。我刚想反驳，病房的大门就被彭一下子推开。 张旭，顾怀想吃你做的饭了，你装病装的到底有完没完了？他风风火火，脖子上还落着吻痕，彰显着这段时日的春风得意。如烟学姐，你终于来了，青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柳如烟一愣，迅速回想了起来，我想起来了，院长之前和我说你已经在一家三甲医院任职了，没想到就是来这儿啊。见到熟人，他语气一转，下意识发号施令。 那你快点把这个装病的给我弄出院去，由你亲自走流程，估计会快很多吧？装病？谁装病？宋青青面露难色，学姐你误会了，他的诊断是我亲自下的，根本就没有装。哎呀，麻烦死了！这句解释让柳如烟眉头紧皱。行了行了，就算他不是装的，我现在也要求他立刻出院。顾怀眼馋他做的饭已经眼馋好几天了，总不能让他再等着吧？顾怀。 难不成是你们两个的儿子？宋青青呆愣了一下，显然无法及时消化这巨大的信息量。学姐，虽然这事不关我的事，但我还是要插一句嘴。你虽然心疼孩子，但也得心疼一下孩子爸爸呀。他的肾、脾、胃都有很大损伤，我建议还是要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。在什么孩子不孩子的？谁要和这条狗有孩子？这番话逗得柳如烟又气又笑。顾怀是我师弟了。 他现在和我和张旭都住在一起，平时别墅里的家务卫生和煮饭都是张旭来干了，所以才着急让他回去做饭啊。宋青青的嘴巴大的能塞下一个鸡蛋，显然对眼前的中文表示了深深的不解。算了算了，学妹你理解不了也没关系，走吧。张旭、柳如烟越过宋青青，直接朝我招了招手，我却没有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跟上他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疗养、生息和诊断。 我已经发现自己确诊了重度抑郁，重度抑郁究竟是拜谁所赐，自然不言而喻。我望向柳如烟脖子上的吻痕，双拳不自觉的握紧。你怎么不动地方？柳如烟眉眼产生了些怒气，她甚至不顾宋青青还在场，就利落地给了我一个耳光。我他妈的让你回家，你没听到吗？她不能和你回去。宋青青勇敢的挡在我身前，学姐，你是我一直崇拜的目标。 但你这么做是不对的，就算你们两个再来气，也不能拿他的身体做赌注。学妹，请你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柳如烟被我气得不行，连身体都在发颤，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吼了出来。现在你要是不和我回去，我们两个就分手。在宋青青恨铁不成钢的目光下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窝囊的回了家。临走前，他拽着我的衣袖问了我三个字：为什么？对于这种选择。 我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。和柳如烟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明明是那样的自信、独立、勇敢、果断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便常常情绪失控。有一次，甚至气得将别墅里所有的东西全部砸毁。再后来，就演变成一种顺从和麻木。我不是没想过自救，可柳如烟太厉害，太懂得拿捏我的内心，让我被一张无形的网禁锢于此，无法脱身。他从一开始利用着我的爱为基石。 逐渐演变为完全控制我的内心，你就是太敏感了。假如不是我，谁还能受得了你这样呢？我们同学的男朋友都是顶级名校毕业的，你这个学历实在是太拿不出手了。同学聚会就让顾怀代替你参加吧，你肯定会为了我着想的，对吗？慢慢的我也知道了，顾怀不仅是和他同一个博士导师的师弟，更是他一起同眠的情夫。两个人一起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花我的，我却要笑颜以对，甘愿当狗。 无力的挣扎过后，才有了我手腕上的种种伤痕，那是想逃却逃不掉的最好证明。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一个月。顾怀四仰八叉的躺在别墅的沙发里，悠哉悠哉的吃着我切好的水果，俨然把自己已经当成了这里的男主人。师姐，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最新的学术大会啊？你之前写的以张旭作为原型的研究报告，能不能直接提交？我停下正在擦地的手，心神一动。 以我为原型的研究报告，那是什么？柳如烟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，赶紧放下手中的化妆品。学术大会终于开始了。那个研究报告我给我导师看过，但我导师说创新还不够大胆。我之前和你说的失忆的那个呢？那个够创新了吧？如果能成功的话，你没准会直接去 A 大任职呢，那可是最顶尖的学府，确实够创新。柳如烟若有所思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无端叫人遍体生寒。 但是如果实验失败，被催眠的那个人有可能会精神直接崩溃的，到时候不就没有人给咱们洗衣做饭了？怎么可能失败呢？师姐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，顾怀的彩虹屁吹得飞起，把柳如烟吹得心花怒放。虽然催眠不算是正经咱们心理科，但是师姐你可是被心理教授誉为天才的人呐、啊，这对你来说根本就不在话下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精彩的催眠失忆法，师姐能不能就算是为了我？ 也算是为了以后的仕途，尝试一把。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的急速跳动着，对于未知的恐惧很快吸满了我的全身。我不要！声音之大，惹得两个人惊愕的侧目。我，我说我不要当小白鼠，我不要被做什么狗屁实验。我的决定，从来轮不到你这条狗来指手画脚。柳如烟冷哼一声：“师弟，给我把他给我绑住，我现在就要进行催眠失忆法。” 我要让那帮老古董看看，什么才叫做天才的创新！不要不要！恐惧迫使我义无反顾的想要逃跑，关键情况下，胃里突然却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痛。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我就被顾怀紧紧按捺在地，因为捆绑住而无法动弹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如烟，我不是你男朋友吗？不要，我不要失忆，我不要精神崩溃！我不住地摇着头，口水泪水一并涌了上来。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是啊，亲爱的柳如烟，风情万种的抬起了我的下巴，毫不客气的拿出催眠所需要用到的道具。所以，你一定会全身心的支持我的事业，对吗？你放心，倘若你到时候真的成了一个精神病，我会为你保管好你父母留下的巨额遗产的。师弟，死死的控制住他的头，不许让他闭上眼睛。我只感觉到眼前一片模糊，大脑顿时变得混沌起来，带着痛。 又酝酿着些许清明，仿佛有什么东西重新破土而生。你们是谁？只见眼前的两个陌生人突然激动着拥抱在了一起。我，你们他妈的，是不是把老子给绑架了？不对，这是在老子自己家里面。你们俩他妈的居然敢入室抢劫！老王、老李，你们两个他妈的人呢、啊？都死了！我叫的正是保镖和管家的名字。我喊的声音实在太大。 不过几秒钟，保镖老王便从另外一个房间迅速跑了出来，但他根本不理会我，反而看向我面前的那个女人，小心翼翼的开口问道：“柳小姐，你看现在能不能给少爷解个绑？”这简直是倒反天罡！面前女人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半晌才高傲的点了点头。妈的，四肢被解开禁锢之后，我揉了揉手腕。你们刚刚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是来入室抢劫的，还是？ 来和我谈生意的，女人清了清嗓子，我是你女朋友，也是刚刚给你催眠的人。你现在已经被我成功催眠，导致失忆了。就你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保守估计肯定是把我们谈恋爱的三年都忘了。听完这话，我感觉胃都不怎么痛了。好冷的笑话，大姐，你看我像傻逼吗？我有理有据的分析，首先，我他妈的刚刚被你绑在这儿的，很明显就不是自愿的，好不好？其次，我过得好好的。 你干嘛要让我失忆？是吃饱了没事闲的吗？最后，我明明看到刚刚你们两个激动的抱在一起了，你还敢说你是我女朋友？绿帽他妈的都戴在我脸上了！老李，给我把这两个精神病轰出去！张旭，你敢！刚刚一直沉默的男人突然跳了脚，你不过是我们两个旁边的一条狗，现在还在这又唱又跳起来了，是又想被重新驯化一遍吗？受不了了！ 莫名其妙的人在说着莫名其妙的话，心情更烦了。我皮笑肉不笑，老李，需要我再和你说一遍我的要求吗？我劝你别忘了，你儿子当年他妈的是被谁救下来的？你他妈的又是为什么留在这儿当我的保镖的？你再敢迟疑一下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让你们三个给我一起滚出去，把那对莫名其妙的男女以及他们的所有东西都扔出去之后，我终于缓缓舒了口气。老李，老王。 你俩帮我去把我的胃药拿过来，顺便再和我解释一下刚刚那对精神病说的事情。五个小时之后，我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。你们两个的意思是，和宋青青分完手之后，我爱上了心理界的顶级大佬柳如烟，并且在这三年里面，逐渐被驯化了一只连狗都不如的人，还花钱养着他和他的情人，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。老王和老李齐齐点头。我突然站起身，少爷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 我气得发抖，我要去厨房拿刀，先把那两个贱人给砍了，再把你们两个给砍了。我让你们两个在家里住着是干什么的？吃爆米花看热闹的？你们两个报警啊，对外求救啊，想办法救我于水火之中啊！我他妈的都被人玩成傻子了！我指向旁边的摄像机和录像带，你们俩看没看见我被人欺负成什么样了、啊？还被人录下来了，奇耻大辱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 两个人的头低的差点要插到的缝里，一阵恶龙咆哮之后，我的心情终于稍稍和缓了一些。但突然，我回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急忙紧张的开口：“那我爸妈留下的遗产呢、啊？我都给那个柳如烟了吗？”“那倒没有。”管家老李满脸堆着笑，“所有的产业只有我这边有完整的记录，你只和柳小姐说了这套别墅的存在，这您放心，那就好。”等等，操！你还他妈的叫她柳小姐？ 不许叫叫他柳大妈，胃疼的毛病绝对不能再忽视了。我按照老李说的，重新去医院找到了宋青青，请求再次住院。他眼睛一亮，天呐，你和上次来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心理创伤治愈好了，还是和柳学姐已经和好了。别提了，我一边挂着输液，一边和他三言两语概括了一下事件发展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老李和我说。 胃疼是因为我常年只能给他们做饭，但自己不能吃。当然了，更狼狈的他甚至都没好意思和我说。我在家里还找到了什么狗绳啊、狗链啊，但不是给宠物带的，估计是给我带的。什么？宋青青听得目瞪口呆，柳学姐居然是这样的人！她被气得满脸通红，看起来甚是可爱。这简直有违医德，怪不得我们前一阵组织了同学会一起去吃饭的时候。 他信誓旦旦的说：“这次他一定能拿下奖项。”说他搞了一个什么催眠的创新课题，原来是拿你当小白鼠。是啊，我无奈的摊了摊手。我来呢，一是为了治我的胃病，二呢是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，怎么样才能反将他一军。我委屈窝囊了三年，总不能到最后还给他的事业做嫁衣吧？嗯，宋青青陷入了沉思。那这件事情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办。 在医院住院的这些天，柳如烟似乎试图再次回到别墅，但每次都被管家以及我已经通知好的物业拦了下来。他气急败坏，只能将宣泄口对准了我，发来短信轰炸：“张旭，我可是你正儿八经的女朋友，你的房子凭什么不让我进？是吗？那分手吧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心理学界的翘楚，可不像你这种纨绔子弟，就考上了个区区本科。哟哟哟，还翘楚上了！” 那乔楚怎么要住纨绔子弟的别墅啊？不会是因为这三年根本就没钱买吧？那这样吧，我们各退一步还不行吗？房子你可以不给我住，但是你要给我一千万作为分手费，这还不行吗？趁着宋青青查房，我郑重其事的抬头，将三天前的手机页面展示给她看。你确定这就是你们医学界的 top 级别人物？我怎么觉得是个精神病？宋青青看完聊天记录之后，哭笑不得。 柳学姐的学术造诣肯定是很高的，不过细细想来，她也是和你在一起之后，学术地位才突然起来的。这么一想，也许你是她的福星呢。宋医生，你知不知道这个笑话真的很冷？我无奈的拿上了行李包。行了，先不说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调养，我的胃已经好多了，实在是太谢谢了。不过刚刚老李和我说家里好像进贼了，我放心不下，就先回去了。进贼了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。 这年头居然还有贼啊！宋青青看了一眼手表，我和你一起去，晚上记得请我吃饭哦，没问题。当我们两个回去的时候，正看见一堆人闹到物业那边吵吵嚷嚷的，而离着老远就看到这其中还有柳如烟和顾怀的身影。别吵了！我快步走过去，大吼一声：“我是那房子的业主，有什么事情和我说。”周遭这才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有一个老头率先开口：“那我就直说了。” 为什么签了合同又反悔？这房子明明是你已经卖给我们的了，凭什么拿了钱赖账？卖房子，我指着柳如烟，你是和他交接的吧？多少钱买的？一千万，花了我整整一千万嘞！一千万，我顿觉好笑。我这房子可是黄金地段的四层别墅，你用脚趾头想想，怎么可能只卖一千万？另外，这个女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她也不是这套房子的业主。 房子我也不会卖，你直接管他要钱就好。但是你要再私闯民宅，就不会像这一次这么轻易的放过你了。我刚要离开，一百被柳如烟猛地拽住。张旭，要不然你就把房子给他们吧，反正又不是你自己挣来的，这不是你爸妈的遗产吗？他们老人家只有一千万，就想养老的时候住个好点的地方，你就从这里面搬出去不行吗？难道你就是这么个心胸狭隘、不懂得尊老爱幼的人吗？不是。 总有一种人，和他说话之前都需要深呼吸一口气，要不然根本挺不住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脑袋里面掺屎了吧？我一把把一百抽了回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跟我玩 PUA 这一套？你自己名下没个逼房子，还要卖掉我的房子，想什么大美事儿呢？做梦没睡醒就别出门。还有，我警告你，别墅里面是有摄像头的，你们两个滚床单的精彩的一幕，需不需要我发到网上？ 让别人免费看广告解锁呀？嗯，你柳如烟和顾怀的脸色变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显然没想到我说话如此不留情面。突然，柳如烟脸色一变，看见了离我不远的宋青青，他话锋一转，居然开始质问我起来了：“你是不是和宋青青一起来的？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你们是不是睡了？我说呢，你怎么突然变这么硬气？原来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失忆。” 而是找到了小蜜。最近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们两个是前男女朋友关系。张旭，你是不是早就对不起我了？找了他这个小三儿，啪啪啪，三个耳光利落响起，来源于宋青青慷慨的馈赠。不仅是柳如烟，我也愣住了。宋青青目光如炬，一字一顿：“怎么了？我打的就是你。从前我因为你是我学姐，多多尊敬有加，但我现在才知道。” 我尊敬的学姐根本就不配，连人都不配，因为做人至少要有底线。我和张旭是什么关系，关你屁事！总比你德行有亏要好。宋青青气的声线都发抖，拽着我的胳膊就逃离了现场。我们走，以后不要再和这个贱人有任何联系。噗，还是第一次听见他骂人。我勾起嘴角，还蛮可爱的嘛。经此一事，我彻底删除了和柳如烟所有的社交联系方式。 和宋青青倒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。大概在一个月后，他偷偷将原本属于他的邀请函给了我，让我去参加新一届学术颁奖大会。去的那一天，路上罕见的堵了车，因此我到会场的时候，颁奖台上已经有了柳如烟的身影。他正滔滔不绝讲述着获得荣誉的经历。我一个流星跨步上前，抢走了麦克风，打断了他的发言。抱歉，各位评审，我想咨询一下。 如果实验对象并非自愿，而是被迫为之，那么在学术研究上，这是否属于一场犯罪呢？一句掀起千层浪，引发了台下的轩然大波。安静，评委组主动组织了纪律。小伙子，柳如烟的实验数据报告上面有实验对象的指纹以及签字，是我们都查验过的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是吗？我勾起嘴角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 U 盘，插在身后的电脑里。 相信各位一定是业内的顶尖人物，自然知道，在极端控制一个人内心的条件下，获取指纹以及签字根本不算什么难事。但如果能用事实胜于雄辩呢？身后的大荧幕亮起，同时也将我这三年的伤疤彻底撕扯开来。在视频里，我被柳如烟如狗一般的调教着，用最极端的言语刺激并侮辱着，甚至还有着身体的鞭刑。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。 连额角都流出细密的汗，你，你竟然真的，真的这么豁得出去？你想清楚，丢脸的可是你啊，张旭！我并不丢脸。台下议论纷纷，我却目光坚毅。我和你一样，根本不分什么高低贵贱。倘若从前我认为自己下贱，那也是你巧妙的利用了你的专业和我对你的爱，用违法的手段取得的结果。真是万幸，你还有拍视频记录这么一个变态的嗜好，恰好让我拿到了铁证。 倘若放任你这样的人拿的奖项，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为了荣誉不择手段。而现在，我将目光转向了评审组，我实名举报，要求重新检验柳如烟的硕士毕业论文、博士毕业论文，以及这一次学术研讨大会上报的催眠失忆实验报告。最后，还有我指向坐在评审组最中间的白胡子老头。我最后还要举报的是，柳如烟常年和康维多教授的暗自勾结，为了买下这一次的奖项。 更是花了一千万，台下的讨论声更是一重更比一山高。我去，这么大的瓜都被我吃到了，我就说多听点学术报告还是有好处的。那个康维多教授不是柳如烟的博士导师吗？那岂不是说明他们一直都在台上？柳如烟差点晕倒过去，望向我的眼神中仿佛在说着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笑死，当然是因为我长了一颗能思考的大脑。坦白来讲。 柳如烟并不缺小钱，但他为什么突然要用一千万卖掉我的房子？这成了最大的一点。于是我顺藤摸瓜的去查，果然被我查到了些许苗头。就算最后是假的，也能足够败坏柳如烟的名声。这点报复算是他欠我的。在一片杯盘狼藉之中，柳如烟直挺挺的晕倒在了台上。等待他的，是无数记者的蜂拥而至，以及学术界的自证清白。这一招做的不错。 够损，够狠。宋青青豪气的为我倒满酒。自从你这么一闹，好几个和他同门过的师姐也实名举报，说他好多实验数据都是伪造的。现在啊，他和康教授简直就是街边的老鼠，人人喊打了。他喝的脸红彤彤的，像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撒起娇来。你，你播放的那个视频，我通过直播也看见了。哥，早知道你过得这么惨，我，我就横刀夺爱了。 他声音隐约带着哭腔，呜呜呜，张旭，你虽然脾气暴了点，能力差了点，运气次了点，呜呜呜呜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的。的哦，我极力掩饰住笑意，一边抢过他的酒杯，行了，别喝了，再喝一会你胃该难受了。现在太晚了，我先送你回家。我搀扶着他，随手在路边打了辆车，师傅，先把车开到雨落小区，然后您在下面等我一下呗。 送完他之后，我再回家。师傅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把醉醺醺的宋青青安全送到家后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重新上车之后，困意便涌了上来，我忍不住的打了个哈欠。师傅去金永别墅区。说完，我便靠在窗边，半眯着眼休息着。但偶然的一次睁眼，突然让我意识到了不对劲。不对，这不是回家的路。停车，给我停车！我劝你。 最好不要做无用的挣扎。出租车司机终于开口了，却是个令人熟悉的声音。顾怀，怎么是他？顾怀摘下口罩，你放心吧，我没想割你腰子，割你肾，只是想和你到个地方好好的聊一聊。毕竟也不能白白让我跟踪你好几天，对不对？给我注射完药剂之后，他一脚油门就把车开到了个偏僻的小黑屋里，看起来有点像简陋的手术室。我浑身无力，只能被他拖着进了屋。 我找你来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帮你恢复记忆。顾怀一边利落的将我绑到手术台上，一边拿出催眠所用的道具。兄弟，你也别怪我，谁要失去记忆后的你太不好拿捏了，还是之前当狗的时候比较温顺。如烟师姐可能要面临全行业的封杀，我们需要你推翻之前的供词，承认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愿的。我面露不屑。是啊，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只能出此下策。顾怀俯下身，缓缓的靠近了我。 小狗，希望下次睁开眼还能听见你的汪汪声。下一秒，门被人猛然踹开，把顾怀吓了一大跳。废物老王，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终于派上点用场了。保镖老王拿着把大刀和棍子就冲了进来。谁？谁要害我少爷？那就是在害我！我懒懒抬眼，简而易盖的开口：除了别把他弄死，其他随便你来。到时候我就和警察说，是你为了救我而不小心缠斗受的伤。不过。 我勾起嘴角，既然是缠豆，那么地下到底流着谁的血，肯定不重要了吧？一旁的顾怀早就被吓得尿了裤子，他连嘴唇都在发颤，汗流下来了却都不敢擦，哪还有刚刚的春风得意？哥，哥，我刚刚是开玩笑的。哥，你喜欢小狗吗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学狗叫，汪汪汪，好听吗？哥，实在不行猫叫也行。老王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 我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给我上家伙。顾怀跟踪我的事情，其实我早就发觉了。之所以一直没报警，是存着报仇的坏心眼子。当初在别墅里，他狗仗人势，羞辱了我不少次。如今我虽然将火力对准柳如烟，但他自然也不能逃过这般下场。看打得差不多了，人也变得青一块紫一块了，我才慢悠悠的报了警。在提取到我血液中的药剂之后。 老王最终以英雄救帅哥的名义获得了警方的嘉奖。至于顾怀，暂时还在医院里昏迷着，估计得过段时间醒了才能坐牢。对于我举报的内容，很快有了落实。柳如烟的硕士毕业文凭、博士毕业文凭统统作废，永久被学术界除名。他倒是贼心不死，居然用不同人的手机号给我发他的真空裸照，试图以此技能到达复合的目的。我不小心点开，被恶心的吃不下饭。 活生生饿瘦了五斤，倒是阴差阳错的变得更帅了。但我也没闲着，转头就再次报了警，举报他私自传播淫秽图照，并把事情再次传播到了网上，美其名曰让网友知法懂法。柳如烟成功又火了一把，而康教授私自贪污受贿，被赏赐了国家免费银手镯一套。顾怀则是被学校做退学处理，罪行上被判定为绑架罪的既遂，希望他在狱里和康教授一起好好学习。 重新做人。宋青青不知道从哪儿后知后觉了我被绑架的消息，哭着扑进了我的怀里，流泪流得肝肠寸断。都怪我，都怪我那天执意要出去吃饭，你才会被顾怀绑架的。而我只是摸摸他的头，不要自责，这和你没关系。反倒是我想和你道个歉，抱歉，当初你执意要出国留学，我总觉得是你不够爱我才会这么选。但我现在懂了，有时候前途和爱情未必是二选一，爱一个人。 应当是希望他变得更好。我缓缓牵起他的手，试探性的开口：“我现在脾气顺了点儿了，能力强了点儿了，运气似乎也好了点儿了。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”良久，怀中的小脑袋终于轻轻点了下头。我抱着他，就像是抱着我失而复得的全世界，再也不会分开了吧？再也不会了。全文完。